生命有菩提，法水永长流。生命便是慈悲造就生命之美。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如果我们知道如何把障碍带入修行之道，那这样不论面对多少困难和冲突，它只会让我们的修行更加清楚，你要造成道路的障碍。对一个领受过修心发教的菩萨，所有的灾难都有可能成为修道上的顺缘。如果我们照顾奉养父母，只给他食物、衫穿，甚至整个国家的财富等等物质，这只可以为他们提供一时的利益。相对之下，如果我们能介绍他们认识佛法，让他们领悟六道轮回的痛苦，进而开始修行，比如禅修观世音的法门，才能真正成功，在帮助他们，也为他们的来世奠下基础。一切痛苦都是恶行的结果，而善行是快乐的因。停留在阿赖耶识的负面行为的种子，如同向有钱人借钱的借据，即使经过这些年，当债主提出借据，欠债者就不得无还债。佛陀开始84000种无同的法门，每一个都是为了降伏五尘，这是佛陀受益法教的唯一理由。如果这些法教无法度对治五尘，所有的修行
都是无用的。东派大师，因为有着修心的成就，无论遭遇什么困难，永远拢会当看到代志的光明面。这种心态会带来力量，予咱下定决心，借由修心的成就，咱有能力把任何困境带到修行的道路上。如果可以有信心这样做，表示我们对修心越来越现实，而且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可以快乐。同时我们必须承担他人的痛苦，并且经历这些痛苦。如果修心了后，颠倒变得骄慢、炫耀，就如同公布巴大师所讲，无正确修持佛法，会让我们对立下三道。他人，咱爱把自己当作上卑微的仆人，永远踮伫个上低位置，爱真正非常努力伫学习谦虚，无去考虑自己。一切修行只有一个动机，就是利他的动机。一切困境只有一个对峙，就是不断修持自他交换。如果我们能享受快乐，财产和影响力离不起骄慢，我们将能了解这些事物不过是幻想，不及实际的梦，有朝一日都会消失。
应该甲家己讲，我要甲我上满意的事物、上美好的财富共用上师甲三宝，愿因会当欢喜来接受，并且加持我，让我伫个修行道上无障碍。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美梦，但愿一切众生会当享受如我这般的快乐，甚至更加多的快乐。真正的快乐源自根本的良心，也就是全心全意希望每一个人去查找生命的意义。这是一种骗财的爱，一颗善良的心永远无改变的一破天真。无论外在的环境是什么，在内心深处，咱总是拥有自心、悲心甲内在宁静的清灵。咱应该试看卖啊，去认清甲体验，这总是存在于咱心中的清灵。如果咱忽视其他的人的快乐，那安尼，即使咱表面上显露出所有快乐的模样，咱嘛永远袂感觉到真正的快乐。为了要爱其他的人，咱必须爱学习去爱自己。认清自己想要得到安乐的愿望，就是对他人的痛苦升起真诚同情心的第一步。了解这一点是重要的，让其他人快乐，就是让自己快乐。
因为当自私自利的快乐成为人生的唯一目标的时，安尼人生将会变得毫无意义。我们的自卑越来越增长，让我们行人去舒缓他人的痛苦，同时不再那么看重自己的痛苦。无私的爱是人性的上高典型，这个人性并无受到自我的摧残、障壁和扭曲。咱爱赶紧培养利他的自心，成为咱的第二天性。颠倒拜也就是受分，是上具有毁灭性的心态。一旦受分占了上风，咱就不再是自己的主人，也无法度自给自卑。利他自心是直接对治受分的解药，因此咱愈发展自心想要伤害其他众生的欲望，将会愈来愈衰减，最后消失无踪。遵循佛教的修行法门，你首先认清自己想要得到快乐的渴望，接下来把这种渴望推给予你所爱的人，最后扩展到所有的人、朋友、亲近人和敌人。Thank you.
借由予咱的心习惯以利他自心，咱可以逐渐地消除仇恨，因为自心甲仇恨这两种心态可以互生，却无法度同时存在。发展自卑心，那安尼仇恨在咱的心理范围内的生存空间将会愈来愈少。先学习认识对治每一种负面情绪的解药，再过去发展培养这的对治解药，这的心灵的对治解药，如同抗生素，是治疗身体的药物。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，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，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正好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启建梁皇宝忏共修法会，恭请湛山法师领众。日期4月8日星期六，梁皇宝忏卷一；4月15日星期六，梁皇宝忏卷二；4月22日星期六，梁皇宝忏卷三；4月30日星期日，梁皇宝忏卷四；5月13日星期六，梁皇宝忏卷五；5月20日星期六，梁皇宝忏卷六七；5月27日星期六，梁皇宝忏卷八；6月3日星期六，梁皇宝忏卷九。时间下午2点，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。洽询电话0722123239，0722123239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福恩。配合防疫措施，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，请搜寻脸书“佛教中山书坊”。慈悲置业花莲分会陈真法会布置机动义工。值班义工、半日班、环保组义工、香灯组义工、行政人员，共同发心来陪福。地点：花莲中心，花莲市建国路160号，电话03831-1673，03831-1673。
敬请与慧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。佛一教经中，入灭前的佛陀三问弟子：汝等若于苦等四谛有所疑者，可即问之，无得怀疑，不求觉也。因应期盼弟子能彻底了知四谛的真实含义。四谛，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四圣谛，苦、集、灭、道，是佛陀从初转法轮开始到往后45年说法的核心教义。在中论书中说，四谛是迷悟之本，迷之则六道纷然，悟之则有三乘贤圣。谛有真实不虚的含义，若能如实知见四谛，便入圣者之流，因此称为四圣谛。苦，泛指贪嗔痴烦恼苦，以及生老病死和三恶道的苦，这是苦果。集是苦集之因，这是由于不了解因果流转而造作种种与烦恼相应的行为，因而积集种种业力。灭是不受烦恼支配，了断生死的束缚，这是苦灭后的心境，也是乐果。道是灭苦的修行之道，概括而言是以戒定慧三无漏学为根本，是属于乐因。止苦断集，目灭修道。佛陀先说苦谛，将苦果放在前面，是为了让弟子们能知苦而生厌离，发愿不再造作恶法，即永断疾苦的因。要断离受苦，有断苦的方法，因此又有道谛来说明修行的道路。而佛陀先说涅槃极尽的灭谛，使人生起对乐的向往，进而发起离苦向道的心。苦因知，集因断，灭因证，道因修。简单来看，四圣谛即是解行并重的断苦向乐之道。